家安全观，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安全，不忘初心。国家安全，铭记在心。国家安全，戮力同心。全民注安全，护航中国梦。制定和实施反间谍法是新时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境外间谍组织不断加大对我实施渗透、窃密、策反活动力度，对我国家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危害。我们要时时处处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，防止掉入陷阱被人利用。国家工作人员王某被策反案。王某，某军工企业工程师，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在互联网上披露。境外间谍组织人员看到王某联系方式后，发送邮件向王某表示希望建立合作关系，对王某提供的内部信息将支付相应报酬。王某认为这是发财致富的渠道，遂与对方建立联系。